宗教级的浪漫金庸武侠游戏《天龙八部三 Online》隆重推出《神兵海域》全新游戏资料片啦！这次呢，玩家们将在海底下展开冒险，探索着有着复杂地形的玄海，已经曾经有上古神兽存在过的大鲲一海全新场景，而且呢，还可以使用全新第四代神器，是不是超丰富的呢？赶快来看看游戏介绍吧！游戏新干线旗下金庸武侠游戏《天龙八部三 Online》现在正式推出《神兵海域》全新游戏资料片喽！这次要带玩家们到全新场景大鲲遗骸，玩家将要进入幽暗的水月天洞，探索上古神兽的故居玄海。地图以海底古战场为主题，处处都藏着神秘的矿物，可以做成全新的第四代神器。而史上最强的 BOSS 九黎也将现身等玩家们来挑战，不论是新旧玩家都可以体验极致的水下战斗乐趣哦。更多改版情报快上官网查看吧。